来了，妈妈来了，点点头，哇哇小，爸爸再见，妈妈再见，小手好好捏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这本书叫《我会吃饭》。哦，你看小狗说我会吃饭哦。小狗说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骨头，盘子里的骨头有两根哦。来，我们来看狗狗吃骨头，汪汪汪，真好吃。你看它吃骨头，汪汪汪，真好吃。你看小狗狗吃骨头，啊啊啊啊，吃骨头，啊啊啊，对，再来哦。哇，小猴子说桃子是我最喜欢的食物，多吃水果对身体有好处哦，会变健康。你看吃到桃子，好，你看，啊嗯啊啊，好好吃哦。你看他在吃桃子，小猴子在吃桃子，啊嗯啊啊，嘿，给他吃桃子，嘿，没有咬衣服，没有咬衣服，哦，吃桃子哦，哇。盘子里的肉一定很好吃，你看狮子最喜欢吃肉了，吃肉可以变让身体变强壮。哇，你看这只狮子坏掉了，哇，按按按，真好吃，它在吃肉肉耶，狮子吃肉肉，按按按按，狮子吃肉肉，好，再来。哇，小猪在开生日 party 耶，好吃的生日蛋糕，哇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你看小猪吃生日蛋糕，啊姆啊姆啊姆，好好吃哦。你看小猪要吃生日蛋糕，你看他吃一口，啊姆，有没有吃生日蛋糕，啊姆嘿，小猪吃生日蛋糕哦，嘿，啊，小心不要吃破了 ，OK， 好，那再来，哦，小白兔最喜欢吃红萝卜了，你看新鲜的红萝卜，啊，你看小白兔吃红萝卜，啊，哦，啊，你看它在吃红萝卜，小白兔吃红萝卜，小白兔吃红萝卜耶，你们看小白兔吃红萝卜。哇，小兔子吃红萝卜，小白兔吃红萝卜哦，小白兔吃红萝卜哦。好，露露姨故事讲完了，好，跟露露姨说谢谢，跟姨说谢谢，好棒啊，拍拍手，啊，叔叔给你看好吗？好。